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炸鸡饭，在新斋桥，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在新斋桥的地下街里，大家跟着我的视频走，一会儿就可以找到了。我已经吃过好几次了，味道真的非常的不错。它有七八种口味的炸鸡套餐，哪一款都不会踩雷哦。进门还是一杯凉水，日本的惯例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菜单，我有一点选择困难症，看看今天要吃什么吧，随便点一个。最后我选了一个辣的炸鸡套餐，我老公选了一个美乃滋的，已经上菜啦。有没有看到生鸡蛋？这个生鸡蛋是给你们拌饭用的，吃得惯的小伙伴一定要尝一下，非常的鲜甜。我先开动啦，你太太提吗？这颜色真的非常的诱人啊，辣辣的，甜甜的，非常不错，好吃，点赞。偷了一块我老公的美乃滋的，看着也非常的好吃，我先开动啦。来新斋桥玩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家的炸鸡饭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